世界最高龄的仁瑞就住在京都府金丹后市的木村次郎右卫门。19号，他是欢度了116岁的生日。今世世界纪录人员还特别登门拜访他，颁发给他世界最长寿的仁瑞证书。那么他也透露呢，长寿的秘诀就是注意饮食，不抽烟，适度小酌，吃饭也只吃8分饱。